Beautiful, sweet, yay！ 一起玩尾巴。Yes, let's play。走喽。刮胡泡还有颜料也可以创作出意想不到的美感，大家在家里也不妨试试看哦。薇薇姐姐呢？不好意思，请问你有看到薇薇姐姐？こんにちは。薇薇姐姐，为什么你要打扮成这样？对啊，我会打扮成这样啊！来来来，请坐，请坐，各位。今天的艺术赏析之前啊，就先来认识我今天 cosplay 的这个人好了。你们知道我是在学谁的装扮吗？就是那个很著名的点点画家。好像叫草间弥生吧？对，草间弥生，没错，请看。这就是我今天 cosplay 的人，有没有很像？有，超级像，尤其是那顶假发，超级像吧？是不是超像的？我连我的鞋子都很有用心哦，有点点，整身都是点点。没错，我今天要学的人呢、就是他，但是呢，他有一个很知名的作品，来给你们看一下哦。南瓜。南瓜。你们知道他很喜欢南瓜吗？为什么？对，南瓜就是他的一个知名的作品之一。因为呢，他在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啊，他就常常会发现，在他的那个思想里面哦，他的世界有一个南瓜会一直跟他讲话。所以啊，草间弥生他就觉得他的身体这样子圆圆胖胖的，就好像南瓜一样，也是这样子圆圆胖胖的，看起来很可爱，但其实呢，他很坚强。好，之前有看过这一幅图画吗？好像有看过，没看过，没有看过。那你们第一次这样子看，跟之前有看过，觉得对他的印象是什么？画的风格很特别哦，因为很少人就是，如果你要画南瓜的就。通常很多人都会想要把它画得很像，但是草间弥生却把南瓜用点点的方式画出来，它是主轴放了很大，对。还有呢，我觉得好像有点眼花缭乱的感觉，就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点点聚在一起，然后就觉得但有没有觉得奇妙了？你觉得眼花缭乱，但你却一眼就知道这是什么南瓜？对耶，南瓜，那你呢？我是觉得有一点恐怖，就是很多的那个密集恐惧症吗？就是很多的那个痘痘聚集在一起，很多的痘痘聚集在一起。其实这就是草间弥生啊，他一个作画很大的特色，他会用很多的点点，然后还有网线。你看他这个整个南瓜啊，这个线条会被这样框起来，也都还是用很多的点点这样子慢慢的，而且他画得好立体。画得很立体，对不对？好，因此就有一个立体的南瓜出现了，噔噔！这在日本的濑户内海直岛上面，这个小岛呢，其实才400多人居住在这边而已，可是每年却有好多的观光客，大家都要来这边跟这个南瓜作品来拍照。这就是草间弥生他厉害的地方，因为他觉得，这个南瓜可以给大家很多爱的感觉，好像有点温暖的感觉，很多温暖的感受。所以他从小啊，除了很喜欢南瓜以外哦，他也希望说借由这个南瓜作品啊，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他那个心里面满满的爱，
与温暖。毕竟在日本，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其实物资是相当缺乏的，所以南瓜呢也是一个算是很重要的粮食之一。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现在啊来感受一下草间弥生为什么想要用这个南瓜来带给人们温暖，好不好？我这边有准备南瓜给你们吃哦。哦，真的吗？对。谢谢姐姐。好的，来吃吃看吧，吃吃看吧。好，你们应该很少直接这样子吃南瓜，对不对？通常是加在料理里面。品尝一下，这是最原味的南瓜，姐姐什么调味料都没有加，直接让你们吃吃看南瓜的原味啊。甜甜的，甜甜的。雨欣觉得甜甜的，好吃，好吃。那谁觉得嘞？跟平常吃起来不一样，可能就平常就是跟其他东西一起吃。但今天吃到的是原味。挺好嘞。我觉得，对，也是跟那些一样，跟平常吃到的不一样。平常我自己很少吃到南瓜，比较少会去吃南瓜。其实啊，这个就是草间弥生哦，他想要给我们大家最初心的那种感觉，一个食物的原味，但是却可以吃到那个满满的那种生命力。它在努力的绽放它的甜味给你吃的那种感觉，有没有暖暖的？有哦。那你们有没有好奇啊？为什么刚刚姐姐会说南瓜会跟草间弥生说话？对啊，其实是因为这样的，草间弥生他在10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来呢，他有思觉失调症。知道什么是思觉失调症吗？不知道，不知道。其实呢，他就是有精神分裂症。所以他因为有精神分裂的关系，他常常就会产生很多的幻觉。他会发现，他看到了很多的点点，很多的花朵，或者是各式的生物上面有很多的网线。还有点点，就是他产生出来的这些幻觉。所以他发现他要怎么跟这个幻觉来共存呢？就是他创作很多的作品，来让世界上的人们看到说，哎，他的世界长什么样？对，我草间弥生，我看到的世界是这个样子，所以来让你们了解。哎，但是因为他创作了这些作品之后，后来有好多好多人们，大家都被他的这一份温暖的这个动力给感动着，大家就发现，其实。你做出这样的作品，可能第一眼看上去会，哇，有点震撼。但其实它是能够感染人心的哦。我们再来看看他其他的作品。好。哦，这一个就是他看到的一个世界，看到了什么？来，纳西，你先告诉我，上来看看，你看到了什么呀？红萝卜。红萝卜。然后是豆子吗？蔬菜，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水果吧。好像那红是地瓜吗？那种紫色地瓜，好像类似像那个对紫色地瓜的那种感觉，对不对？这就是他看到的蔬菜。那你有发现他创作的特色是在哪边吗？就有很多线条，很多网格，然后很多点点。没错，他用了很多的线条、网线，然后让你看到蔬菜，但很特别哦，很清楚的就看到。这就是红萝卜。你要想，这就是他看到的世界。他看到了红萝卜，还有蔬菜，就是长这样子。好，来，那我们回来再换一张看看。这个呢，婷佑，它好像是一个花盆里面，然后有一些花，然后这些花的感觉叶子还有那个它们的花瓣都很复杂，有很多的点点跟线条。其实一样的，就是看到。他创作就是像你说的点点啊还有线条啊这样子，但是这一盆花，你有没有发现花代表了什么？生命力的象征。有，开放。它会开，但是它相对的也会什么？谢。也会谢，还有会有一个生命茂盛的期间，但是它也会有凋零的时候。所以其实他在创作都会有一些他自己对他生命的看法。好，请坐。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是什么？来看一下，你觉得他看到了这个，他画出来的这幅画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吗？好像我自己认为啦，可能有那种，好像是什么东西魅惑着你的感觉。就是好像是一个吸引你的东西，因为我第一个注意到的，除了它的背景很复杂的一些线条，还有
颜色的组成之外，还有他的，我觉得他眼睛这边画得很特别，就它是一个螺旋状的。哦，螺旋状的。嗯，跟你们说，这一幅图画可有趣了，这是草间弥生的自画像。真的还假的？有没有有趣？但你看他的眼睛是这样子漩涡式的感觉，所以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就长这样。他觉得他自己是一只猫咪。嗯，他看到了猫咪的感觉，所以他把它画出来，一样是用点点的方式来描绘。但旁边的这个呢，草间弥生的意思是，这是他看到的很多的花花草草们，他把它画出来了，有没有很有趣？嗯，哦，好，请坐。所以啊，刚才我们看到的像这一幅，有猫咪融合着这样子树叶，哈，很多。很多树叶啊花丛这样围绕起来，而且又是他自己的自画像，然后跟前面的这个花盆，然后还有蔬菜，哎，其实三幅图画看过来，他们的特色都是有什么点点跟线。对，那我问你们哦，你们觉得草间弥生啊，他为什么喜欢用圆点来做创作？他可以用三角形啊或正方形啊，为什么要用圆点？可能对他或对我们有特别的意义。我觉得啦，他可能利用他的画，然后教导我们说，就是画画最基本就是用点哦，因为不管是画线啊、画图形，都是用点来点出来的。哦，我觉得点点吗？我觉得点点对我对点点的感觉，好像是一个有点可爱、活泼的感觉。嗯，而且刚刚看到草间弥生的照片，他的。颜色也是都偏亮系的，对，还有他本人的造型，对，好像就是喜欢这样子，嗯，其实都说对嘞，其实都是这样子。草间弥生啊，他觉得说点点，他是在万物的起源，也就是细胞分子，细胞分子它长的样子就是什么？圆形的，好像圆形，然后有一些是一些不规则形的样子，但是都是藉由圆形的分子分化而成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就用他这样子一个圆点一个圆点来这样子创作出来。还有你看，每天的一开始会有太阳，太阳是长什么样子？圆形。圆形，太阳升起的时候代表了希望，代表一天的开始。这是草间弥生自己说的哦。那如果是晚上的话呢，会有什么？月亮。月亮，月亮给你们感受到的又是什么？安心。嗯，跟宁静的感觉。啊，平安。安心、宁静、平安，可能温暖，或者是一种没有任何感觉的感觉。对，所以这就是草间弥生想要给大家看的，他就是希望用这些圆点点，让所有世界上的人感受到他这种永恒的爱，永远的爱。哎，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很有道理了？嗯哦，其实刚才啊，我们对草间弥生都只是初步的认识而已。那现在我们再更进一步的来练习，让你们都变成草间弥生，用圆点来创作，创作出永恒的爱。OK？ 嗯。好，我们现在三位啊都要来变身成为草间弥生了。其实桌上已经有帮你们放了材料了，有圆形的贴纸，也有这个奇异笔，然后还有一个瓶子，一个空罐。你们现在看到瓶子有什么感觉？瓶子，我们要贴在上面吗？哦，对，我要让你们创作。但现在看到它其实就空空的，对不对？对，就是一个瓶子，就是一个瓶子，很简单的瓶子。所以你们要赋予它什么生命力？你们让它有生命在上面，就像草间弥生想要表示出那个爱的感觉，好不好？用这两个给你们的材料来布置一下。好，开始，加油。西这边呢，现在用小点点，中间又放了一个大圆点。为什么想要这么做？就想要让这个突出。哦，让这个白色的圆点突出一点。嗯。鱼心这边呢，已经用了几个大的圆点。嗯。然后附近围绕着一些小小的点点。OK。或者是也可以利用像是奇异笔的部分。可以来画出网线。哇，
我看你们好像都做的差不多了，对不对？嗯，好，来来来来，跟我们介绍你们一下你们的这个作品好了。那是你先。我是用红色点点为主，然后有白色大点点，这样拍下去。哎，这瓶子很漂亮哎，那它有名字吗？没有，没有名字，不想取给他。不用取给他，对，是什么就是什么。对，哦，好，那你嘞？我是用很多彩色的点点，然后慢慢的这样拍下来。嗯，很漂亮，而且有粉红的、蓝的。红的、绿的、黄的、白的，嗯，哇，那它有名字吗？它叫做彩色缤纷瓶。哎，真的是彩色缤纷瓶哦。好，那雨欣呢？我的就是有一个圆中圆。哦，对，就是在一个大圆形里面贴一个中的或者是小的圆。然后我还有用起笔画一些线条，好像一些很小迷宫，然后把圆跟圆连接在一起。哦，对耶，你们有注意到吗？它真的还有用那个线条哦。嗯。有点像CD 片 ，CD 片，嗯，对，有哎，是不是？你们三位，你看，短短的时间哦，但创作出来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嗯，你们有没有发现，刚这样短短的时间，你们贴纸这样子贴一贴，原本是一个平凡无奇的罐子，但是因为你们这个小小的创作上去之后，哎，现在三个罐子都充满了生命力耶，对不对？所以这个啊，其实就是草间弥生他在创作的时候一个特点，他利用一个单一的圆点或者是单一的线条，但是他有很多种的、很多样重复的东西在上面，所以呢，就会让他整个画面看起来很有秩序、很和谐、很统一。这在美学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就叫做秩序之美。我们用单一的元素，但是创造出来的，一直重复，是不是？所以看起来其实就会觉得哇，那个视觉是很强烈的哦。那你们来想想看，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看过什么样的画面是也是很有秩序的美感？我觉得是斑马线。斑马线。因为我觉得斑马线那个线条都排得很整齐，让人看的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了。没错。好，那还有呢？我觉得是就是，刚拆开的蜡烛盒。哇，就是因为它就是依照颜色，可能之前白色、黑色，然后就这样排得很整齐，而且加上全部都是新的，每一根都长得一样，这一定要是全新的。对，因为后来在用的时候就会乱掉了，对不对？哎，的确是，哎，这也是很有秩序的美哦。好，那那是，也是马路上的防撞感。马路上的防撞感，你是说那个黄色的吗？有一条一条的软软的那个。对。哦，的确，那个如果这样一整排，有一些停车场会有没有？像黄黄的这样一根一根的整排这样看过去，的确这也是秩序之美哦。好，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上的一些画面呢，或者是平常吃的东西都有秩序之美，我们来看一下。嗯，生活当中啊，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这种秩序之美？那今天这样子完美又赏美，你们有什么心得跟姐姐分享啊？那我先好，我想针对草间弥生这个画家来说，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我对他的故事感到很震撼，就是一个很知名的画家，他其实是有思觉失调症嘛，但是也因为他的这个症状，然后让他看到跟我们一般看到的世界不一样，然后让他去创作出这个独一无二的东西。然后还有我对他南瓜的画法，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他是用点点的，可能是大小还有那个张力，然后去
显现出它的立体感，嗯，对，然后还有对于它，我觉得它网状的那个背景好厉害哦，嗯，其实那心思必须要非常的细腻，对不对？对啊，嗯，好，那婷佑呢？那我是要针对那个点点的那个创作，那我一开始以为它其实是随便乱贴就好了。那结果刚刚听完姐姐有说那个要有秩序之美，所以我才找到可以更好创作的方法。哦，下次哇，很期待你的创作哦。他找到了一个诀窍嘞。我很喜欢用刮胡泡做出来的作品，因为就是刚开始画的时候，我很喜欢拉那个线条的感觉，就很疗愈。然后看到那个线拉出来那么好看，就很开心。但是就是我觉得，之后印在纸上的时候真的很困难，因为你力道要控制得很好，不然它整个图可能会毁掉。可是我觉得这样拿出来看，虽然没有整个印上去，但是我觉得还是很特别，不一样的美。对，是不一样的美，没错。哇，听你们这样说，我好感动哦。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要分享草间弥生啊，不管是他人生的这个阅历啊，还有他的想法，其实就会发现他所做的一个原点的创作，虽然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元素，但是他却有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背后的故事，而且可以让你看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想象。这就是草间弥生他对于生命力的一个感觉，而且想要让世界人感受到他心里面那一种这么感动、这么激动的那一种爱，是不是？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啊，对你们来说都有很多的心得，之后我们可以更厉害的在平常啊去发现美、去感受美，好不好？谢谢你们哦，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这颗在山创枝的南瓜是草间弥生的作品。只是它跟我们在棚内看到的黄色的南瓜比较不一样，它是采用不锈钢的材质制作。那因为是不锈钢，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它就能倒映出山创区那边的街景，在晚上就利用它这个穿透性的圆点从里面照射出灯光，让这颗南瓜变成一个有视觉效果的一个装置艺术。然后呢，我觉得它的设计风格比较偏向是现代科技感，就跟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想要表达出温暖跟爱的感觉的南瓜比较不一样。我是在礼拜天下午去南港中心园区和南瓜合照的。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很期待，因为我很喜欢他独一无二的作品风格，但是实际上看到的时候有一点可惜，因为南瓜身上没有展现出他漂亮的色彩，但是我还是很满意，也很开心能和草间弥生的作品合照，留下美好的回忆。我觉得草间弥生很棒，因为他创作的素材都很贴近生活，但今天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本金黄色的南瓜也可以变成这样，觉得好特别。